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钱我来花，坑我来踩。这期看这个是个智商税吗？是个啥？先看商家秀。这是一个能听懂你说话的小夜灯，带有 USB 插口，插上就能语音控制。关灯，开灯，我睡觉了。开灯，换颜色，换颜色，换颜色，音乐模式。商家秀也看完了，东西我买回来了，我拿过来。哎，我给大家拆开看都有啥东西，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，给我能点个赞。我拆开看都有啥东西。花这么大价钱就买这么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也没啥东西了。好了，也废话也不多说了，我给大家接着测试吧。我要睡觉了，关灯。我要起床了，开灯。还真不错，变颜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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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东西还真好，真挺好玩的，真的。这把灯拉开去了，看人都看不见。它这个窍门嘛，就是。我就说这个，你要想让，假如说想让变颜色嘛，你要是说你把这个关了，你这喊它是不会变颜色的，是不是？你这开了，你它这个东西才能变颜色，就窍门在这儿了。你不要说关了就让变颜色，它是，你像我这样，变颜色，它就变不了颜色。你喊了20遍都不会变颜色，只有说，开灯，变颜色。变颜色，变颜色，变颜色，它这样去才就把颜色变了。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，这个东西嘛，它这个灯嘛，要是能大一点些，还能亮一点。它这就是这个灯太小，灯头就这么大也太小。它这就这么有这么点缺点，其实优点大于缺点，这个东西嘛，还值得推荐。这个东西行，能用。也希望大家能给我，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，给我能点个赞。好了，下期见，再见。